输一币最少输200块啊。但是帅不超过2秒钟啊就挨揍了，连续两个连环体打击头，哇哦，鸭王这个轻扳机给他露出了一个致命的破绽，没有路的朋友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给主播点那个点个关注，每天晚上咱们都在直播啊。那今天晚上比赛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King，小贼压制他啊，恐怕力挥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搞得鸭王很被动啊。好，他打一个血反啊，恐怕也没想到啊，鸭王敢这么玩，这是也是鸭王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套路啊。只算打的币，不算剩下的币，兄弟。现在的局面是来自于啊，库玛对战亚王，加油！亚王12个币了啊！这场比赛你觉得谁能获胜，是鸭王还是阿库玛？手上剩的币也算啊，手上剩余的币数也算。这个局面是来自于阿库玛对战鸭王的这场赛点局之战，亚王的赛点啊，库玛又被亚王打了个断子绝孙脚，玛丽还有近身啊，还有近身，这波有没有？没有近身了，现在恭喜亚王成功拿下了冠军，给亚王刷赞。